怎么样嘛？我一直以为你知道，我还很佩服你，怎么能适应的这么好啊？适应什么？你丑的无法形容的事实，很可怕。我了解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。你不能就这样把我赶出去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没错，可是我没遇过像你这样子的 case。怎么说啊？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。吸管。把口腔前庭清干净，我们要切过黏膜组织。电动刀。车碾过去一样，我不必担心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是你的医生，我得这样安慰你。好，那我现在把绷带拿掉，看看这底下东西是什么。好，好，来吧。等一下。为什么不现在？我的意思就是现在。你在等什么？我。你怕？我。你的手在发抖。这是常态性的抖动，我一直都是这样。那太好了，只是表示我脸上的红线是励志型的。我说过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保证啊。你怕了？不对，是你怕。我当然怕，消掉是我的脸呢。对，我干嘛怕？现在把它拆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啊？不知道，我先看一眼啊。一生只绑在一个女人身上，尤其呢，我有这么一张。你彻底都疯了吧？这是供需问题。我的供应量呢，大大增加了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个了。这什么？那个女人从手提包里拿出来，是傅医生的宣传，还有你的照片。他把这个拿给我看，因为我看起来实在太震惊了。他还跟我说，给你的丈夫试试。可是，我是一个这个啊。别担心。我很骄傲，骄傲。不管怎么样，人家都想长得像你呢。可是你的表现已经明显的走下坡了。那些客户甚至不会注意到是我在展示那些插头，而不是你在偷走我的客户。他们怪我。你，亲爱的，你不是才帮他们研发新的2CL 插头吗？那不是我，那是卡尔曼。你不是卡尔曼。不是，是列特。他们犯人都列特。但那是我。对，列特，他们早就该把他犯人掉。我是列特。你是？我要我的脸。你签了同意书，脸没了。我要他回来。不可能，我只会做这张脸，我只学会做这张脸。你以前那张脸太奇特了，我做不来。拜托嘛，你要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。这不是普通手术，你需要的是专家的协助。所以我来找你啊。我不是医生，我是艺术家。拜托你现在离开，我们要动手术。这是又是谁啊？我。你也来做？我以为你对你的长相很自豪。我长得很普通。可是你至少有你爸的鼻子，你从这里你只能得到他的样板。我是为了你做的。不对。他正等着他那可怕的儿子。
终于发现，可是我还是不喜欢你。我也不喜欢你，而且每一分钟都有越来越多你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做两半。才不要跟你，我要把你留在这。刚好相反，我会比你先到。在你掉下去之前，帮你保持平衡。那我帮你推下去，我也会推你。把你的脸砸烂在人行道上。那是你的脸，不是我的。我很想念我。我也是，我很想念你。我也是。自从我看到我以后，我一直在想着你。我也是。要是不能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，那就太浪费了。是啊，没有我活不下去。没有我，我也活不下去。丢了我的话，我会是孤独。我再也不想离开我。我可以盯着我好几个钟头。我爱我。鼻子开始，因为他从脸上脱了出来。